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远角落，国际物流、世界贸易发展的桥梁正在引领世界万物互联。现代国际物流正通过自身变革助推全球贸易加速升级，打造贯通世界的新模式。达生物流，现代国际物流服务的践行者。2001年成立于中国宁波，至2020年，全球下属分支机构超20家，海外代理超300家，年营业额超18亿元，为超过30000家以上的客户提供优质的国际物流服务，已成为众多主流船公司和航空公司的核心货运承揽人。历经20年，达生人始终以诚信、专业、创新、坚持为经营理念和服务信念。我们专注于开发多种优势业务，以多样化的产品给予客户最充分的选择，也努力成为客户最优的选择。达生与超过15家船公司建立了核心销售代理关系，为客户提供有力的仓位保证及运价支持，依托完善的全球代理网络，提供一站式全球门到门服务。公司在上海、宁波、杭州等机场设有操作中心，作为主流航空公司的优秀代理商及核心代理，可为客户提供专业包机运输服务及中国全口岸联动运输。达生作为最早推进国际铁路集装箱班列运输及跨境公路运输的物流企业之一，提供中欧、中俄、中亚、中蒙间集装箱整箱拼箱铁路班列进出口运输服务，同时是海铁联运的积极推动者。多样化产品的背后是为了满足全球客户的需求和信任。面对客户的郑重托付，我们以专业专注为信念，努力打造行业内最具竞争力的全球物流服务。多年来，达生不断优化各类业务的标准化操作流程，推进流程化运营管理，保证各服务段的专业高效。通过开发以业务流程为基准的内部操作系统，保证各服务段的精准可控。依托完善的流程管理系统，我们关注客户的每一次需求，确保每一件货物的安全送达。我们持续关注和投资于先进技术，践行变革创新的发展理念，让客户受益于我们的每一次突破。Ploto， 达生物流自主研发设计的可视化数字物流平台，历时10年研发完善，2020年正式向全球客户推出。Ploto 为客户提供订单跟踪和管理、供应商绩效管理、出货统计和成本分析等，填补了中国国际物流没有 PO 管理系统的空白，为达生物流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产品平台的支撑。海空网，全球物流电商服务平台，2013年开始投资建设，集物流、贸易流、信息流、资金流为一体，提供国际物流一站式服务及供应链金融服务，致力于打造线上版达生物流。通过在信息化、数字化领域的投入，达生已成为众多国际采购商及制造商的长期第三方物流合作伙伴和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提供者，兑现了助力客户成为他们所在行业领导者的承诺。产品服务创新离不开人才的支持，我们正在努力构建完善的人才管理和培养体系，确保内部人才的有序成长和发展。达生通过引入科学化测评工具，推进各层次人才发展方案、雇主品牌建设等举措，确保有效的人才吸引、人才发展和人才保留。通过践行内部公司制，以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与人才激励机制，大幅提升整体人员效率。依托于符合自身的人才管理理念，人力资源正在为公司发展凝力赋能。我们倾听客户需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目标，
努力打造更加优质的国际物流服务平台。达生始终专注于国际物流服务领域，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战略目标，依托科学的运营管理机制、现代化信息技术、高素质管理人才及专业一线人员，以及更具包容性的企业文化，为成为全球性物流服务供应商和全球领先的数字物流企业而努力。达生物流，服务全球，用心完成每一次托付。